家好，我是 Ria。今年呢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何过我的农历新年。So, 事不宜迟，我马上简单的告诉大家我的新年如何过的。Let's go。年27，染头发。年28，洗车。年29，生病。买新衣。年三十早餐。是团圆饭了，一共包来了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龙马精神，谢谢，青春美丽哦，还够美，还在玩电话。阿爸，祝你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生意兴隆，大家恭喜，大家恭喜。OK， 快点我讲恭喜发财，快点，直接跟我讲恭喜发财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还有看这个影片的，记得点个赞，把影片share出去。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希望今年我会得早日得到百万订阅。OK，Let's go， 继续看。喂，你穿美美去哪里呀？你穿美美去哪里呀？快点！跟我讲恭喜发财，快点！嘿嘿嘿！有，喂，有喂，有。我搞你妈了！我搞你妈了！我打的下。我搞你妈！后悔嘞。Why come late? Why late? Why late? I come from so far away. I cannot you win.望到你，拜拜。哟，好玩冇？好玩冇？你做咩？啊？做咩？唔好炸我喂！喂，你迟到你仲喺炸我？我告你非礼啊！我去邊度啊？我告你非禮啊！喂，喂，非禮啊！埋睇，佢揀邊個？你講，你自己講，係咪？嗱，佢揀邊個？你自己講。誒，各位男士好寂寞啊，等女朋友啊。啊，你條女喺邊度？嗱，我先追翻啖啦 ，OK。去搞機嘅咯。这个来了，耶！回到了家乡，耶！家乡对面的风景，好吃惊啊！嘿嘿，哎呀，惊惊啊！啊！
大屁股，过来。你玩什么？什么来的？加到上啊！呀，加奖章，加奖金。OK， 捞啦！人人啊，捞到风生水起，我要花啦！哦，买万金月啊！这就是我如何度过我2018年的农历新年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赞，把影片share出去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